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这里是迷你世界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的这个游戏呢，叫做大战光头强啊。这个上方呢是有开关的，我们去召唤光头强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，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。我经常会从粉丝列表、私信区和评论区抽我们的小伙伴送永久皮肤的，记得点个关注不迷路，皮肤送到你仓库哦。哎，这个扳手。哦，原来点上了这个扳手以后，它就可以自动的不断的按压这个召唤器，然后就会召唤出一群光头强。现在呢，这个光头强的数量不多啊。好，现在这个光头强陆陆续续的正在往出走，切换一下界面。现在这会儿呢，光头强应该就多了。看见没有，一群光头强已经被召唤出来了啊！这个场面纷纷感觉我是李老板呀，他们是在找我要工资吗？啊，幸好这些光头强呢，他们是不懂得如何去攀爬这个梯子。哇，外边的话就是李老板，这个光头强是被李老板包围在了里面啊。光头强的召唤器在自动按压中，我看这个下去会会李老板。哇，李老板的脾气这么暴躁吗？直接将我打死了。哇，一群光头强啊。啊，我现在都不敢下去，这些光头强们太勇了。我现在呢是用这个剑的大招啊来会会这些光头强，但我发现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打不过呀，这个。不过这视觉效果是真的不错。我这是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啊。